现在是北京时间8:01，还没有到呀。可以开始上课。可以上课了。可以。哎，为什么那个黄龙珠同学有两个呀？好，我们先上课吧，不等他们了，太慢了。我先分享我的屏幕。可以看见我的屏幕吗？现在可以看见了吧？可以看见的。可以看见了。这个星期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。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？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每天会遇到很多很多不认识的人。那怎么进行做自我介绍呢？怎么来认识别人？或者说希望别人可以喜欢自己，交更多的朋友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。我就做了两张 PPT。好，第一个呢，可能首先跟陌生人打交道，首先应该学会自我介绍，对不对？应该学会怎么介绍自己。比如说有刚刚就是可能留学的，就是印尼人，印尼的学生，然后来中国留学。那你进入你的宿舍，你的宿舍的时候，你第一天来你的宿舍，你怎么向别人来介绍你，然后办好你的入学手续，就是在宿舍里面办好你的手续。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来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没有一个人想，你可以说一遍。听不见我说话吗？再听一次。大家有没有就是，比如说哈，你第一天来到了教室，第一天来到了一个新的环境，一个新的环境，那你怎么进行自我介绍呢？怎么说呢？怎么开始 the first conversation？明白吗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了。明白老师。好，谁来分享一下？没有人分享，没有人来分享。老师，我来分享吧。好，文丽呀。第一次，在教室的时候，如果我是新学生。我会跟我旁边的人，自我介绍，说我的名字，然后我问他的名字，然后我问他是从哪里来的，等等，然后跟他交朋友。跟他交朋友，就是比如说，我俩应该是今年大四，是不是？是。还没有来中国，那可能在你上大学的第一天啊，上大学的第一天，在印尼大学生会不会住宿舍呀？Dormitory，住宿有舍，吗？但是，有住宿舍，但是我们在学校外边，所以跟邻居呢不太有很多接触。不太熟悉，就是是。是不是很多朋友？然后你们，比如说两个朋友、三个朋友，然后你们在外面租一个房子呀？还是回家住？我们一般跟朋友呢住在一个地方，一个地区，但是不一样的宿舍。然后要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去别人的宿舍聊天啊、玩啊那样。去别人地方玩。好的。那，就比如说，是，
可以说住一个房子。啊，租一个房子。对，嗯，租一个房子。因为，好。哦，对不起。啊，没事，我们是在聊天，可以说。就是因为在印尼，我们的大学好像不是那没有多的大学有，就是是不是？嗯，没有很多的大学有宿舍，嗯。对，我们一般如果住旅社的话，比如说从一个教室到别的教室，什么上学的话，我们住一个房子。嗯，就是会租一个房子，那可能你家离那个学校还是很远的，所以租一个房子比较方便一点，这样比较近。嗯，在中国的话，读大学必须要住宿舍，如果你的家哪怕你的家和学校很近也不行，也必须要住在宿舍里面。是真的吗？这样，嗯，是这样的，是的。但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建筑师的人，但是他不在，他不住在宿舍，他在他的家。他住在他的家，那是他必须申请，他必须向学校申请一个，申请一个东西，然后，学校要同意，他的父母也必须签字，然后才可以这样，可以，不在学校住，要不然的话，必须要住，还是很严格的这方面。好。温莉亚今年已经大四了，你有没有打算工作呀？有啊，今年应该毕业了就要直接工作。啊，直接工作，那你有没有准备个人的简历啊？有了，但是还不太好吧，还要很多修改的。嗯，还不太好。那应该做那个简历里面，你有没有参加过面试？面试参加过。参加过面试，比如说你们之前在大学里面有没有做过兼职 part time？ 做过兼职的话，首先的话你必须要介绍自我介绍，然后通过面试他才可以录用你。如果在学校有，但是我不参加学校的part time。我在外面。在外面，在外面。那你第一次跟你的老板谈话，你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？肯定包括然后专业之类的吧？对。好的。老师，我想问，为什么中国学生必须在学校宿舍住？学校宿舍，因为我感觉吧，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学校比较好管理，因为你出现了任何事情都是学校的责任，所以安排在一起住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有一种合作的感觉，大家比如说六个人会住在一个房间里，六个人的话，可能我们会吵架，可能我们会就是在一起会吵架，会做别的，但是更多的话，我们之间的合作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密切，这样的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是这样的，好。还有没有同学想要说？没有同学吗？老师，我可以。为什么？好，你来说。我参加过面试。你参加过面试。去年我参加过面试。所以我一般学习一边学习。一边打工。一边学习一边打工。真好。我成为一个汉语言的教学。汉语老师吗？对，可是还初中。
那你是教小孩吗？还是那种就是大人？有小孩子，有的大人。有的是大人，嗯，挺好的。那你最近呢？最近在做什么？也在教吗？还正在教。嗯，还正在教。嗯，好，非常好。那你第一次面试的话，是不是讲课呀？你的老板会说，来，那个陈秀梅，你来讲一下，我听一下你讲的怎么样，是吗？嗯，对呀，是，啊，对的。好，除了这个，是不是还会有2分钟或者是4分钟的自我介绍？嗯，对的。那大家除了介绍名字，我叫什么什么，我今年多大了，我在哪儿毕业，我的专业，除了这些还会说什么吗？还说，我的兴趣是什么？啊，你的兴趣有哪些？嗯，除了嗯，兴趣呢？我的优点和缺点。嗯，优点和缺点。可能还会说一下你的工作经历，比如说你曾经在哪兼职过，你做过什么啊？你有什么能力这样的？好的，非常感谢陈秀梅。还有没有同学来分享一下？比如说工作呀，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工作过，或者是兼职。没人想说呀，我来叫了啊，江丽娜，江丽娜，好的，Hello，老师，你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啊，我可以听见你的声音，你现在就在工作是不是？好的。江丽娜，啊？什么？现在已经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啊。嗯，你来好说一下。的，在2018年，我增加了一个过季的活动，嗯，一个然国后际活动。呢，在那边有很多陌生人，然后呢，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子在我嗯。的对面，她站姿在我的对面，然后呢，我就去朝她。首先我打招呼，她就问他的名字，然后呢，他是哪里的学生？然后呢，他来自哪里？然后呢，不需要很多时间，我很快成为一个好朋友。啊，真好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见面陌生人的时候，然后我想跟他们交朋友，我会先去敲他们，就试试聊聊天。如嗯，果他们给你会我，先打招呼，会先打招呼。对对对哦，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他们给我一个很好的回应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好朋友。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，outgoing girl，很外向的人，不擅长和别人打招呼。明白。好的。我也觉得我是那种的，how to say it，友善的人，友善嗯，有闪光点，friendly，的人，family 什么？friendly 友好，善，随便。友善啊，很友善的人，friendly 友善，呀，友善，友善，友友善，善。我以为你想说闪光点，闪光点，你也是一个很有闪光点的人，有很多优点。好，谢谢你。丽好娜，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再来。除了工作上，在面试当中，我们可能会和陌生人开始第一次对话。比如说，大家有没有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？你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？在哪里认识的？在学想起来没有？校，在学校认识的。然后呢？在火车，在班级，
在火车上认识的。嗯，好，在班级，你不用说了。好，那个在火车上的同学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，在火车上你们怎么开始第一次对话的？很害羞老师。真的吗？很害羞？好吧。我跟我的男朋友其实是是同学，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他是你的什么学长啊。学长，明白，学长比你大一比你大一点，比你大一点。对的。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火车站见面了。然后我们开始聊天。但是那你第一眼，你看见他第一眼喜欢他吗？有感觉吗？有。好的。然后呢，你们就应该可以听见我说话吧。然后呢，你们就是一直聊天，然后留了联系方式，对吗？可以听见我讲话吗？可以老师。可以老师。他没有声音吗？好，陈秀梅同学，你还有没有想分享的？想不想继续来分享一下？没有了。好的，如果你害羞就不要了。还有没有同学想主动的说不太害羞的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害羞的，是不是？在学校老师一般跟别人一样，在学校，然后通过班的我学校的 group 那边认识，然后聊天，就是这样。明白。可能还会就是一起出去玩，这样的话会认识的更多一点吧。好，大家有没有相亲过？有没有去相亲？有吗？相亲是什么？blind me 应该有相亲的那个 APP 那个软件，相亲，在中国一些年龄比较大的，比如说，哎，不是很大，20多吧，28、29、30这样的，就是如果是那个女生吧，比如说28岁，或者是那个29岁，然后30岁、31岁这样的，就是算比较大的女生了。如果她还没有男朋友的话，这样的话，她的妈妈会帮她，她的妈妈可能会让她去相亲，让她去相亲，比如说遇见了他妈妈认识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可能有也有像这样的年龄的那个男生吧，然后他们会安排相亲。在印尼会相亲吗？你们在印尼会？没有老师。没有啊？有吗？可能不同的城市不一样啊，可能不同的地方不一样。不同的地方不一样。但是你们有那个相亲的 APP 吗？那个 APP？有很多。这个没有，有很多。是这个什么叫什么蛋蛋，还有叫什么？还有丁的。丁的，对，是相亲的 APP。相亲的 APP。但是怎么说呢？有人说这里面有很多 cheater 骗子，就是不相信。但是有的人他们还是在这个 APP 上，然后在一起了，认识了。还算好吧，还算可以吧。我也看过这样的小新在 Instagram， 他们从病的认识的。对，
他可能是通过一些软件，比如说那个 Instagram 或者是你们 YouTube 或者是一些别的东西。好，这个说完了啊。嗯，我们说一下词语吧，感觉大家不愿意说话呢。嗯，做自我介绍的时候，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会说到性格。大家有没有知道性格有哪些词语？关于性格有什么词语？男和女。不对，不是性别，不是这个、啊、是性格、啊、性格是幽默。哎呦，我先找同学来说、哦、找同学来说。江丽娜，性格是 personality。 江丽娜同学，什么 personality？ 嗯、啊、不明白吗？对对对，性格是啊、嗯、对，来啊、丽娜同学说一说你的性格，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？不知道啊，你的性格你不知道吗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啊，你是陌生人打，那你是比较友善，幽默可以，友善，友善。友善可以，还是一个什么样的？友善有很多呀，我们应该有很多优点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？我就知道这个两个。嗯，好，没关系。再想一想，你活泼。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吗？还是一个粗心的人？还有就是马虎。Careless。Careless， 对，就是你在吗？嗯，马虎可以吗？马虎，嗯，可以。其他同学没有词了，找不到了吗？找不到你的性格了吗？有哪些？好，我们找别人说啊。我们想一想，那个黄龙珠，你在不在呀？黄龙珠，哎，老师，啊。你好，你好老师，我的性格，如果我对新的朋友，我会比较高冷的，老师不太会说话。哦、我跟你差不多，我差不多。那如果你们熟了，你们慢慢的熟了，会、啊、不会非常热情？我会很多很多说话的。那你和我是一样的了，那你是一种慢热型的人，你是慢热型的人，可能刚开始，然后你不太喜欢说，但是如果你们熟了，就想一直说一直说这样的，嗯，是的老师，然后、哎、那你的星座呢、嗯、龙珠，你的星座呢？你是不是摩羯座的人？摩羯座，我是。不是的老师，我是双子座。我是双子、啊、双子座。嗯、啊、双子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看有没有。然后我不太喜欢热闹的地方。啊，我会嗯在放暑假的时候我会一直在家里看电影看剧。看书，做别的事情，在家、嗯、只要在家，不喜欢出去。嗯，那你有没有就是一点社交恐惧的感觉？就是不喜欢在很多人面前说。嗯，是的，老师，有点。嗯、对，我也是社交恐惧。但是我很喜欢旅游。嗯、很喜欢旅游。嗯，自己旅游。那就是喜欢旅游的人，就是喜欢新的东西、新事物，喜欢探索。好，谢谢我们龙珠，还有没有？对，谢谢老师，没有了，老师。好的，我们再看看熊金峰，你要不要说一说你的性格？嗯，老师好，同学好。好，我的性格应该是，内向的。嗯，内向。
也有时候是内向，有时候是外向。啊，有时候内向，是不是也是第一次见面可能不喜欢说话，但是如果很熟了就想一直说的那种？对。嗯，好，那你也是慢热型的人。慢热型。嗯。还有吗？没有，老师。好，没有了。熊金峰也是我们上次好像唯一一个交作业的人，所以你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也是一个很努力学习的人。好，我看看啊，维尼来了，维尼说不说一下你的性格呀？我在，我在，老师。你说一说你的性格。Character 性格。Character。性格，来，同志们，性格印尼语怎么说呀？用印尼语告诉维尼。性格。Sifat。嗯，好的，维尼来说一说。什么老师？你们跟他说那个性格怎么说？老师 suruh deskripsikan sifat kamu。啊，好的。怎么说？你是一个 humorous 幽默的人吗？喜欢开玩笑的人吗？那一点儿。啊，有一点儿，有一点儿。那你是不是？我开玩笑，老师。啊。好，你是不是一个非常喜欢说的人？很喜欢说。啊。嗯，喜欢吗？一直喜欢说的那种人 ，talking， 不回答我了，你听不见吗？不可以听见我说话吗？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说的人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就是一个很健谈的人。健谈。健谈是什么意思，老师？啊，健谈就是现在猫五。在下大雨，我不能听你我明白了，行，好了，知道了，你好，你可以戴上耳机，或者是在我们那个对话框里面聊天里面，然后说一下打字就不用说了，我就知道了。好的维尼。好的，老师。哎，对不起，老师。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个，我们再说下一个吧。你听不见的话，哎，你可以戴上耳机。戴上。我要戴我的耳机，老师，等一下。行，好。我们再说别的啊，自我介绍说完了，我们再说一下兴趣。说一下自己的兴趣，有什么兴趣？来，你们有什么兴趣爱好呀？喜欢做什么？看电视。看电影。爬山。看电影。看书。听音乐。听音乐。听音乐。爬山。还有呢？游泳。游泳。也。坐在台子。听不见你说话，李维平，你可以打字。你的声音为什么我听不见？台子。什么字？台子，大台子。打。我写。好，大家再说一说，还有哪些兴趣？孩子，跆拳道吧。啊，对呀、打跆拳道，太极。我以为什么？太极拳，太极拳。不是，太极拳。你去查字典再来说，台球。台球，对，台球，还有足球，
有没有人喜欢打篮球？我。啊，打篮球都是那个兴趣。还有很多呀，大家想一想。想一想。做菜可以吗，老师？做菜可以，可以，做菜也是一个兴趣嘛。睡觉。喜欢做菜。睡觉不是了。打羽毛球，老师。打羽毛球，好，打羽毛球。嗯，这些都是运动，就是我们可以说喜欢运动，我喜欢运动就 OK 了。我喜欢运动。吃饭。哎呀，你闭嘴！大家有没有喜欢？嗯，旅游。旅游可以，旅游，嗯，旅游。有没有喜欢乐器的？比如说弹钢琴，弹钢琴，打架子鼓，或者是吉他。唱在印尼很少会弹钢琴，老师。真的吗？很少。嗯、哦，不是不是，他们的鼓钢琴很多人会。嗯嗯嗯，那个吉他是不是应该很多人会吉他？嗯，就是很喜欢音乐的人。哎，你们会不会写书法呀？书法，写书法。不会，老师。啊。你会不会、哦、太难了。我的书法、啊、写书法，嗯，书法确实有点难啊，书法有点难，太难了，老师。嗯，维尼说什么？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慢慢的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除了这些，大家想不到别的了吗？别的兴趣爱好？好，我们就过去，就先这些吧。兴趣和自我介绍已经说完了。嗯，好，大家有没有比如说别人安排你和他举个例子吧。举个例子。你朋友的弟啊妹妹。朋友的妹妹在你的城市学习，你的城市学习，然后呢，你的朋友现在很忙，想让你去帮忙看看他的妹妹，想让你帮忙去看看他的妹妹，哎，妹，大家想一想。这里面的对话 conversation， 你怎么和他进行第一次的对话？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对一下。大家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那个明白，就是你的朋友啊，你朋友他的妹妹在你现在的城市在学习啊，在一所大学学习。但是你的朋友现在在中国啊，他没有在印尼呀，然后但是你在那个城市，然后呢你的朋友想让你去帮忙去看看他的妹妹怎么样呀，这样的。哎，大家想一想如何开始第一次的对话啊。首先的话可能是向你的朋友要了他妹妹的联系方式，对吧？然后你们约定好了在什么什么时间见面，这样的。然后呢再说一下，来，大家有没有想一想，好吗？没有人试试吗？没有人说。刘月平你要不要说啊？就是如果这样的话，可能我会给他的妹妹短信，比如说，让他认识我一下，这样在见面的时候比较熟悉。然后我们约会了，什么时候，什么时间？然后呢，帮他看看啊，在我的城市最，比如说最重要的地方还是
如果去的方最好去的这样的话，会比较，他会比较了解我的感受，差不多这样。然后也告诉他吗？告诉他他的学校，他的学校的情况什么的。嗯。好，还有没有同学想说一下？啊，老师，我说吧。嗯，好，你来说。如果我朋友让我看他的妹妹，可能我会带他的妹妹去吃饭，然后跟他聊天，带他去逛街，告诉他这座城市有哪些好的地方。好了，最后呢，在结束的时候呢，可能会说什么？开始的时候吗？最后。结束的时候一定说再见。是再见。除了再见，大家想不想可能说呀？如果你还有别的那个有任何问题，可以直接对对对呀、可以和我联系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一定可以帮你的，这样的。好，谢谢那个温丽啊。有一个那个 GIL 那个同学，可不可以把你的名字写上中文，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你是谁。Gilbert。行，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人想说？没有人想说吗？你好，老师。Hello， 你可以来说一下吗？你有没有听见我刚刚？没错，我不太听见。你没有听见。好，就是你朋友的妹妹在你的城市学习，然后你的朋友想让你去帮忙，去看看她的妹妹。那你怎么开始你们的第一次对话？还是听不见，好吧，你们可以听见我说话吧？可以，老师。好，可以，老师。他听不见就算了吧，我们继续。我们再说一下，比如说，大家对于陌生人，就是你们第一个就是认识的朋友。刚刚认识的朋友，或者是只见过一次面的朋友，你们会有很大的印象吗？比如说他告诉你的名字，然后你第二次见到他还会想到这个名字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不太明白，老师。不太明白，好，就是你们的记忆力，俗称记性，就是 memory， 可不可以一下子就记住对方的名字？不可以，老师，不可以了，可以，就是有的人他就是。比如说见到一眼你就能记住他，非常的印象很深刻。有的人就是印象很深刻。我有一个经历，因为我不认识他，我忘了他的名字，他生气了。他生气了。对，有的人。他是俄罗斯的人。因为记住名字是对对方的一个尊重吧。比如说他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，你还是记不住，是不是？可能在别的国家，如果忘了，他的名字会不太礼貌，不太好。在中国是这样吗？在中国。如果我感觉一次两次没问题，如果三次四次的话都忘了，可能确实不太好，就说明你对他不够重视。我在宿舍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个
女生是俄罗斯的，然后就是因为跟胖友聊天，然后在他的房间见过了他，然后跟他也聊聊天，然后他告诉我他的名字，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什么的，然后我们交流，然后后天的时候我们也见一遍，然后我忘了他的名字，送来的话他就生气了，不想给我打搅。认几个？对，嗯，对。好，大家有遇到过像李月平这样的情况吗？你忘记了他的名字，然后他不想再和你说话了？没有老师，因为如果忘了，我还装我记住他的名字。还真很清楚。好，嗯，我也一样，老师。啊，你也一样。好，我有一颗，我有一颗，酷师老师。啊，好，你来说。他是刚刚认识的朋友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有一天，我看他前面，我在学校看他前面，然后呢，他叫我的名字，艾丽娜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但是我看他说，哎，你是谁呀？然后呢他说呀，你忘记了我吗？呀，然后呢他说我真的是坏人，我走了。然后呢他不想跟我说话。嗯，是真的不想吗？是真的不想，他生气了。到现在我忘记他的名字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到现在你忘记了，我感觉应该有点尴尬。老师，你能听我的声音吗？当然是女生啦。因为我可以听见你的声音，丽娜。我听不清楚你的声音。啊，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。啊，现在可以吗？可以听见吗？啊，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，可以听见。好，我再说一遍。我觉得应该是丽娜刚刚说的，应该是女生吧，应该很尴尬，因为女生她是一个很讲面子的，面子，大家知道面子吗？知道什么是面子吗？知道，老师。哦，对，可能女生的话就会很面子，然后你就突然说了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她可能会觉得丢面子吧，然后她就很生气。不太开心。好，大家还有没有别的人想分享一下你们？我有，老师。好，好了，就有时候我在一个在 party 的时候，有人跟我笑，然后我觉得。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，但是他一直一直跟我笑，然后我也跟他笑。他来跟我说话，你最近怎么样？你他是怎么样？我也装跟我装跟他说话，我说我很好，但是我也问他。你最近怎么样？然后你干什么？你今年是在那里学校了？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，我问他，你是这个吗？他不说，不是，我是这个，我是。我的名字是叫那那那，你忘了我吗？我说，对不起，我的脑子不太好，我不会记得很多很多人。我说，他笑着说，没关系，我会跟你说多少遍，因为我会跟你说多少遍，如果你忘了我的名字。
很好，好的，她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 ，friendly girl。是的，老师。好，大家有没有就是看见自己很面熟的人，看见自己很面熟的，但是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，就是忘了他叫什么？有。啊，有的是不是？就是觉得哎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但是。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。那你有没有试着和他说话呀？或者是对他微笑一下？有啊。我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去我朋友的宿舍玩，然后有一个人我一直看到，我好像我认识这个人，但是我不记得他是谁。但是他也一直看我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认识吧，但是我忘了他是谁，我要跟他打招呼也不好意思，如果忘了他是谁。然后我回家了，明天我朋友跟我说丽亚他是你以前在昆甸的朋友，你不记你忘了吗？我说我忘了他的名字，但是我记得他的脸。然后后来我去我朋友的宿舍，然后跟他聊一聊。跟他聊一聊。好的，好，谢谢这个同学。他有没有想要分享的？就是感觉很面熟，有一点点印象，有一点儿啊印象，有一点儿印象。但是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。好吧，没有。大家有没有搬过家，遇到过一些新的邻居，跟邻居的，比如说跟邻居的对话呀？我不太喜欢我宿舍的邻居。你不太喜欢什么？我宿舍的邻居。你宿舍的名字？为什么？宿舍的邻居是不是？宿舍的邻居啊，宿舍的邻居，为什么呀？他是哪国人啊？他好像他是牛贯的人，是新的学生，也没有常常来上课，这样的话再多来麻烦了。问左右什么的，问关于上课的时候什么的。好，我们这回来一个对话吧，找两名同学来完成一个对话，用这些词也可以。比如说现在你遇到了一个人啊，你遇到了一个人，但是你觉得在哪个地方好像见过他，这样的话你们怎么开始第一次的conversation， 第一次的谈话。来，哪两名同学想要试一试？我来试一试吧。好，那谁？再找一个。想叫我试一试。找那个熊金峰吧，熊金峰怎么样？熊金峰，你在吗？在，老师。好嘞，我们两个来。比如说那个李维平之前可能见过熊金峰，但是他忘记了他的名字，然后你们怎么来开始第一个第一次谈话呢？首先可能我在看他，然后他也看我，然后我笑着笑了。笑你是不是对不起我忘了，但是我好像看过你了呀。我是你的朋友。是我们从哪认识的呀？我忘了，对不起。但是我知道我好像认识你，但是我忘了。我姓熊，叫金峰，记得吗？
啊啊啊！我记得，我记得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最近很好，你呢？啊，我也很好。你还在亚加里亚共事吗？工作吗？没有啊。啊，那你现在在哪工作呢？我现在还没工作，还没找到工作。啊，好的好的。以后如果我找到什么工作，我可以联系你。嗯，好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，好吗？再见。再见。你们为什么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？李维平，你为什么也不说？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啊，可以多说一点啊。我忘了。这次我们加一点词，大家一定要用我写的词来说。面熟，有一点印象，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对了，然后这个就算认识了。再加一个，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来，再找两名同学，谁想说？有没有人想说呀？没有人想说。嗯，那个男生他还没有改。有没有人想说？没人想说，我就叫了。你好 ，Hello。你好，老师。啊，这个是一个中国的。给你选一个人吧，给你选一个黄龙珠来和刘星星，你们两个来说。好的，老师。嗯。怎么样打招呼呢？啊，我先说吧。好的。你好。你好啊。我们以前是见过吗？好像是，嗯，是啊，我是你的高中的同学。啊，哦，高中同学，我们，嗯，你是隔壁班的是吧？嗯，是的，我是 B 班，隔壁班。啊，那个。咱们两个以前还一起上过体育课，对吧？嗯，是的，我们以前在黄老师的体育课的参加朱老师的体育课。哦，那个我当时啊，对了，当时你还给了我一张纸巾让我擦汗，谢谢你哈。不客气，没关系的。你最近怎么样呢？你上什么大学呢？我最近挺好的。我现在在中学中文系上课。我读的中文系。哦，正好的大学。你呢？我现在是还是在那个在印尼的大学呢。嗯啊，你学的什么专业呀？我学的是艺术。嗯，艺术专业，那你画画肯定很好看吧？我不太会画画，但是我很喜欢画画。啊，那我们，我现在还有点事，我们
下一次再聊好吗？加个微信吧。好的，那我叫你吧。好。好的，希望我们可以做朋友。好，好的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嗯，还有没有人想说？没有人想说，我们继续下一个。还有四分钟，再说一个吧。大家有没有转学？比如说在你们上小学的时候，或者是中学的时候，或者是高中的时候，有没有转学？转学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个学校转到了别的学校。有没有？没有，老师。明白吗？没有。嗯，明白明白。我没有。你们都没有。我们都好的学生。哎，不是好的学生，这转学也不是因为好不好呀。对对对，可能有的人也是因为他的父母的工作原因，对，嗯，可能对哦，对，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或者是因为他们搬家了，然后他不得不转学。嗯，是的，不得不转学。所以比如说吧，那大家有没有过，比如说那个自己刚刚来到来到一个团一个集体吧，一个 group， 但别人他们都认识，然后只是你是一个新来的，你打算怎么和他们打交道呢？你打算怎么融入这个集体，怎么来变成这个集体当中的一个 part， 一个部分？我觉得有点难。我的话，明白我说的话吗？明白，没有那么难呀，就跟他们打招呼，跟所有的别人的话。我觉得有一点点难，比如说刚刚工作的时候，你的同事他们都认识，他们都很熟悉，但是你是一个新来的人，然后你打算怎么才能融入这个集体呢？还和他们打交道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，这样的一个经历？我觉得，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慢热型的人，我跟谁是一样的，都是很慢热的，就是一开始不想说。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不好交流，我不好，就是我不是一个友善的人，不想和我说。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离他们越来越远了，懂吗？知道这个感觉吗？懂了，知道了，知道老师。嗯，你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？就是想进入一个 group， 想进入一个集体，但是感觉自己进不去，因为。就是觉得自己是新来的，感觉自己是新来的，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嗯，有的老师，有老师，可能是因为我是友善的人。黄龙珠，你来说一说呀。嗯，我觉得男生很容易，女生很难，因为女生和女生之间，男生不懂，男生不明白。女生跟你生长相吵一架是不是？怎么说呢，就是女生和女生之间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，就是因为一点点小事，然后你们就不再说话了。大家没有说的吗？我有的老师有那个经验。你来说吧，你来说。我在高二的时候，我参加了有什么菌呢？数学菌。因为我很喜欢学数学。我就参加了那个数学菌。在那个菌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认识了一年。我刚刚进入的时候有点尴尬，跟他们都不熟。我一直
安安静静在隔壁学习呢。嗯。然后有一个活动需要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距离，老师。小小的什么？可能在那个班要做两个人两个人的分享的，老师。我在那个班没有朋友，但是我的老师说叫一个同学跟我学习那个数学了，然后他跟我说话，他说我一开始看你，我看你很凶，我不敢跟你说话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因为你没有跟别人说话，只有跟老师，你很少说话，我们都怕你，因为你一直一直在那个怎么说呢？一直在隔壁的地方学习。啊，是的，老师。然后认识你以后，我看你是很多说话的人。很喜欢说话，很健谈。很喜欢说话的人。我的印象跟你不太一样，我的第一件的分享，老师。第一次的第一件的分享你不太一样。然后他说如果你要跟别人说话呢，我可以介绍他们给你说话呢，然后我们慢慢来熟悉的，老师，慢慢来笨阿爸。然后我们慢慢的做很好的朋友，老师。现在也是好朋友吗？还是好朋友，老师。然后还在一起，还在联系，还在联系。是的，老师。好的，谢谢那个黄龙珠。今天黄龙珠回答的特别。行，然后我们今天就先下课吧。这个话题就是那个你刚刚来到了一个集体，然后别人都很熟悉，只有你不一样。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经历过吧，作为我们的作业吧，行吗？做我们的作业吧。然后黄同学可以不用交作业了，他已经完成作业了。没人刚刚那个没回答问题的，记得写作业啊，在那个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发语音，不用写字，发语音。好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的，老师。好嘞，我们这节课就结束了啊。好的，是不是到9点？谢谢老师。好的，谢谢老师，老师再见，晚安。老师晚安，再见，老师。拜拜。好，你如果你先说，好。拜拜了。